些救赎，直到你闯入我的世界。就算这世界破裂成一片黑暗，我们在黑暗中方站。其实恶果决赛了，李欣。啊。这次真的特别感谢你啊，嗯，谢谢。没事。这次多亏你了，真的谢谢你。没事。你就是朱韵吧？我听老高说你也是南湖大学基地的主力。哎，我俩加个微信吧。前几天老高还给我演示你这个蓝关 APP 的那个源代码，源代码写的简洁又精准，你们不参加这个比赛真的是有点可惜了。不过参加这个比赛也是一肚子气。什么意思啊？有些选手啊，为了个比赛挖门盗洞呢，也真是让人长见识了。你是说你师哥吧？他简直就是信科大信院之耻。之前我们学校就在传，他的导师和赞助商有过合作，知道他们最近新成立了工作室，提前就把几个题目已经拿到手了，自己做的差不多呢，再分出一部分给学生来做，又卖专利又挣名次，真是不佩服都不行。荣获特别关注奖的方志敬同学上台，和我一起摁下水晶球。你师哥不会是我们今天在台上碰到的那个吧？不然呢？就是他，方志敬。你说谁？师妹，怎么吃饭不叫我？你哪有时间跟我们吃饭呀？朱韵，还真是你啊！我就记得你在南湖大学，不是？你怎么来我们学校不跟我说一声呢？啊，让我这个老同学好好谢念地主之谊啊！怎么，不认识我了？我方志敬，好久不见，方志敬。哎，你也来参加比赛啊？没在名单上看见你名字啊，被淘汰了。真是搞笑，人家都能够做出蓝关 APP， 不能参加决赛。那你一定就是李寻了。你好，久仰大名，我是方志敬。你们那个蓝冠爱研究做的确实不错，
就是时不时还会有一些卡顿，要是再能流畅一点就更好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毕竟你们才大一嘛，有点短板很正常的。正常，毕竟日活比预估多了10倍，服务器还需要升级。可惜啊，这次没有办法在比赛场上一较高下啊。行，那你们先吃啊。哎，对了，老同学，下次来我们学校记得提前和我说一声啊。看他一副牛哄哄的样子，早晚自取灭亡。嗯，对，我到了，你直接上来就行。好，嗯，拜拜。怎么，老同学，还有事儿啊？那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，咱们改天再约啊。你还记得小严吗？当然，我今年过年的时候还去他墓地上看过。事情过去这么久了。希望他在天上过得好吧。亲爱的，我来了。给你介绍一下，我老同学朱韵，这是我女朋友吴雨欣。老同学啊，你好。咱们快去吃饭吧，老师还等着你呢。没事儿，别说这论坛了，比赛不也走个过程吗？什么叫做走个过程？啊，这论坛啊，本来我没兴趣参加的，但是我们项目组呢，跟这次比赛的赞助商有合作，所以他们就邀请我来参加这次启动仪式。这次比赛。我就是来拿一等奖的。行了，你少说两句。回见啊，老同学。什么都不想说。没事，他的猫怎么样？明天要出国。朱颜。去哪儿了？怎么了？走吧。
说。我们一起参加比赛吧。对你来说肯定是小菜一碟，只要你稍微当回事那么一点点，赢比赛就是探囊取物。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做小菜一碟的事儿？李璇，咱们一起参加比赛吧。为什么改变主意了？我就是想参加了。告诉我原因。告诉我原因。真的不参加吗？不。你是不是也受不了他了？你怎么幸灾乐祸的？没有没有，不过也是，一般女人根本就跟不住他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事正常。哪正常？哎，李寻做事都有自己的计划嘛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之前找他帮我做一个音乐合成软件，这大哥拖了一个月都没空，后来是我付他钱，他当生意给我做的。他肯定是要自己开公司的，他这人呢又不容易相信别人。肯定不会轻易接受投资，所以就需要自己攒钱嘛。至于吗？就这么想参加比赛啊？我只是不想让那个混蛋得逞，我不能让他拿第一。谁啊？方志敬。高中的时候，我最好的朋友叫刘小妍。高二那年，小妍和一个学长走得很近，他只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。你这都化了，你要不放冰柜一会儿再拿呀、啊？谁稀罕啊？那不行，别人拿走了怎么办呀、啊？他最爱吃香草味的。口口声声的他是谁呀、啊？给你留的，香草味儿的。嗯，谢谢啊。哦，我作业还没写完，我先撤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嗯，最后一个了，好不容易找到的。不是说好我们只单独在一起的吗？也是在那天，刘小妍和方志敬偷偷交往的事情，在学校论坛曝光了。怎么啦？有人发到学校论坛里了。我查到了。IP 地址是咱们的学校机房，咱们学校的人，真是什么多管闲事的人都有。要不咱们顺路回家，然后我自行车坏了。你当老师傻呀？这个时候出现这种事儿，我还怎么评审的好，怎么保送啊？要不是因为你，
就不会有这一破事。方志敬当时连续两年当选省三好，如果再一次当选，他就可以直接保送新科大。但照片的事情让方志敬在学校受到了非议。方志敬为了保送名额，竟然断章取义把他和小燕的聊天信息公布出来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小燕。一时间，小燕变成了众矢之的。小妍，你把你和小妍的 QQ 聊天掐头去尾的贴出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贴的了？再说是和你有关系吗？可那明明就不是事实啊，明明是你纠缠的小妍。纠缠？我什么时候纠缠她了？小妍对你那么好，你就这样伤害她？她如果真为我好，为我牺牲一下怎么了？小燕现在很难过，你去看看她吧。现在真的不合适吧？我现在去找她，被别人看到了，可就真的说不清楚了。那她不就白白牺牲了？那你至少安慰一下她。我说了，我们俩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以后不要再来烦我。方志敬，小燕那天以后就生活在黑暗之中，方志敬依然是大家眼中的好学生，小燕变得沉默寡言。直到有一天，注意，出事了，有小燕吃安眠药了。怎么样啊？不知道，还在里面呢。刘小燕家属。我是刘小燕妈妈。患者中枢神经受到大量安眠药抑制，大脑缺氧时间太长，已经脑死亡，没有继续抢救的意义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阿姨，小燕，方志敬，你要干嘛？你真的太无耻了！你明明知道小燕很腼腆，她让身边所有的人笑话，却还要顾及你的感受。你倒好，为了一张保送名额，你颠倒黑白，让他被所有人泼脏水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是我让他吃的药吗？明明就是他自己心里有问题，这怪我吗？啊！我一听到他出事儿，我就马上赶来医院了。我够人生一气了吧？他是因为你才自杀的，是你害的。这都跟我有关系吗？这种话可不能乱说。童话世界里，坏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可我们没有生活在童话世界里啊。坏人都活得好好的，事业有成，爱情甜蜜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，一点内疚感都没有，凭什么？好人不长命，祸害一千年，结果就是一千。我不能让他站上领奖台，绝不可以。你突然找我干嘛？那么严肃。老高，我想和你一起参加信息安全大赛。可以啊，你之前不是说……我改主意了。好啊，别人都是团队参赛，说实话我自己心里也没底，本来也是要找人帮忙的。那我要不要自己再报名？不用，我回去把你名字加上就行。
回头我把项目进度发给你。好。哎，朱云，你怎么突然想要跟我一起参赛啊？我要拿第一名。好啊，我现在去找林老头，一起去吧。嗯。你看看，你做得很好，你慌什么呀？您觉得可以啊？太可以了。这是各校进决赛的名单，我打印出来了，你们看一看。老师，您都看过了，帮我们分析一下对手吧。分析什么呀？计算机专业有实力的就那么几所院校，啊，还有国防类的几个院校，没有什么可分析的。记住一句话吧，实力见真章，你们自己看吧。哦，信科大有个团体很有实力，他们搞了一个实用的，估计不但能得奖，还能卖专利。是叫方志敬吗？他们的比赛题目是什么？林老师，开会了。哦，来了，那走时候别忘了把门带上啊。哦。USB 智能加密转接口。那个叫方志敬的做的是智能 USB 加密吧，还挺实用的。如果做得好的话，申请个专利，会有企业来抢的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们的也不差，做得好一样很有竞争力。老高，我们去找李寻一起吧。怎么突然提他？他不是不感兴趣？那我再去劝劝他。我们两个也可以的。你也想拿第一对吗？有了李寻，我们一定能赢。你就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吗？不是，只是距离决赛的时间还是对我没信心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随便你，我自己去问。不过你也应该要考虑另一个方面，防御啊，二普欺骗攻击，这种攻击啊总是伪装成网关或者是网络当中的某台主机，所以你要在网络当中啊部署一些监测器，监测虚假二普数据包，再根据虚假二普数据中的虚假 MAC 地址查找二普攻击源，然后对攻击源进行抽动。根本防不住红帆攻击，只要攻击员稍微伪装，就能绕开我们的防御系统。我再试试。我出去透透气。你能做 USB 设备的加密转接口吗？什么？你能做 USB 设备的加密转接口吗？才多久没见啊？你又寻思什么呢？我说认真的，能做吗？加密接口啊，如果只是为了实现功能的话，找个单片机做主处理器，再搞一搞接口芯片。硬件的话不是很熟悉，可能得研究一阵子。
软件的话就很简单，处理一下接口固件和密钥管理就行了。难度大不大？怎么了？公主要给基地接外包啊？你行啊你，知道给自己找活干了。话说到前头啊，别把自个儿贱卖了，咱可不便宜。如果做的话要几天？天数取决于报价。如果报价让你非常非常满意呢？你要看要求。我的要求非常非常高。这世上有那么多加密方法，各种程度不同，高级加密开发多久都有可能。但如果只是为了实现加密转接口的功能，用不了多久。怎么了？这些都是常识性的问题，为什么来问我？10万。不太够。我说的是定金。别和我装了，你那点小金库我又不是不知道。公主，你这卡里连定金的1/10都没有吧？你拿什么给我呀？所以我说的是定金啊。我给你算一笔账，剩下的钱呢，我每个月都存进卡里，争取每个月存2000，2×5=10，5个月是10000，50个月就是100000，再往后你就稳赚不赔了，怎么样？50个月？你想让我等到下辈子呀？你要花10万块钱，让我给你做一个 USB 加密？不是。这是别人的猜猜项目，所有人都很看好他。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参加比赛，打败这个项目。只要你签字，我们就成交。还完定金以后，我把工资卡就放在你这儿，以后我白给你打工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认真的，认真的。我做了大量的测试，无论是红范攻击还是欺骗攻击，都会被系统实时监测到，并且会自动隔离 LP 攻击源，丝毫不会影响主机之间的正常通信。厉害，老高！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次比赛至少能拿一个奖，一等奖也不是没有可能。真的假的？老高，把我算上，代码都给我拷一份。凭什么？我请你来了吗？这是我的项目。老高，咱们之前不是说过找李寻的吗？之前是之前，现在项目都进展到这一步了。朱月，你问过我吗？你跟我商量过吗？你就自己做决定。要不咱们出去说。他是神，他厉害，但我用不上。怎么回事啊？谁发动的攻击？我查一下。别查了。红范攻击会在网络中产生大量虚假硬件地址，
因此你们采用了配置交换机端口的策略，对其进行防御。欺骗攻击会伪装成网关或者网络中的某台主机，你们选择在网络中部署了一些监测点，检测虚假 ARP 数据包，根据虚假 ARP 数据中的虚假 MAC 地址查找 ARP 攻击源，最后对攻击源进行处理。思路马马虎虎，但因为你们能力上不足，所以这个系统从构架设计到代码层级都漏洞百出。我刚刚用了不到20行代码就突破了你们的防御系统。我通过了初赛的。初赛是看概念，决赛才是见真章。你一个月没日没夜就做这么个东西出来，还想拿一等奖？你以为评委都是吃素的？你到底想干嘛？帮你拿一等奖。我不需要。跟着我，你才能赢。老师，如果我自己参赛，有可能会赢吗？谁参赛都可能赢，也都可能失败。我是想说呀，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你才上大一呀，以后机会有的是啊。你像每个学期每个学年都有各式各样的活动，你都可以参加嘛。啊，区域性的各个省市都会有锻炼的机会，有的是。宋怡老师，没有他我就不行，对吗？哎呦，建宏，你我就跟你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吧。我也算是咱们全国第一批学这个的。记得我第一次拿到电脑，那兴奋呐，像着了魔似的，一宿都没睡。所以我学习成绩在班里也算是前茅。毕业我就留校了。哎呀，当时同学都羡慕我，也嫉妒我，说我这是最好的出路了。有些分配不如意的同学后来都去了中关村。几年时间，哼，他们成了 IT 界的领军人物。现在我和他们相比，你说谁的出路好啊？谁赢了谁输了，谁高谁低呀？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们知道，没有他，我会。
会更好。不耽误时间了，说说吧，怎么修改？你有什么意见？我就一句话，全部重写。用不着重写吧，如果有不顺的地方，重构一下。必须重写。时间来不及。你们这个程序，就像穿棉衣下水游泳一样，刚开始感觉不到什么。拖越久越要命，到时候就真来不及了。之前的我已经删了，重写吧。好。老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想赢，我也想赢，他能帮咱们赢，很好，不是吗？我连熬几个大夜了，有点累了，想回去休息了。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。回去睡吧。哪还有时间睡觉啊？李勋，你以后对老高的态度好一点。我对他不好吗？组长署名还是他，比赛的时候上台阐述的也是他。够了吧？你这是干嘛？睡觉啊。这是什么呀？遗体告别仪式。你要再不好好睡觉，还真有可能。谁熬的也比较多。人跟人能比吗？过来吧。过来啊。睡吧。你瞪两眼看着我干嘛？闭眼睡觉。你这架势让我怎么睡啊？你还不睡吗？我做一个计划，你不用管我。时间越少，越要走在计划前面。最好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做什么，心里都能有数。李寻，你一定要赢啊！你一定得赢。放心吧，男人钱财，女人消灾嘛。等比赛结束以后，你要我做什么都行。
写下来。好。你自己说的，做什么都行。口说无凭，白纸黑字写下来。可你这话有歧义。你自己说的。比赛结束后，李寻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朱茵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等你攒够钱，要让我等几个五十个月。有这个就行了。我经过世界，路过黑夜，阑珊的人群，你在烟火那边，是梦的直觉冲破边界，初遇的一夜蔓延。李寻，我说认真的，不管你未来想做什么事情，有什么目标，你都可以把我算在里面。我没开玩笑，我说话算话。喧嚣世界陪着我，是你掌心的支点，撑起我勇敢向前，像黑夜燃起的火焰。我知道了。在你身边的是我，漫长时光陪你度过。Cause I believe I want you,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。 那颗炙热的烟火，一直是你。你做的这个豆腐渣拿特别奖，就是对大赛公平性的侮辱。你们真的内定了？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啊！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。反正你这样做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爱。